这两胜，因为咱们知道这个也很短啊，等于输了一局之后，可能就，算在绝境之中了，因为再输可能比赛就结束了。那先输的时候，一般这个时候心里会怎么调整一下，说让自己先稳定下来？其实我觉得，这个三局两胜的比赛，打到第一局输了以后，再看一下这个球吧。哇！还有，这确实太棒了，纳达尔，真是纳达尔。真是，好像在看纳达尔红土场上底线对拉的感觉。